画面好像童子军在卖饼干了。我们这边完全是一个溜滑梯的概念，完全不同一组啊。这个啊，情人节快乐！哎呦，真是，哎呦，真是，哦，从来没有收过人家送我这个的。佳琪姐生，谢谢你，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哎，亚茹来，你是这一组的吧？好，这个。自己下面伪名啊！现在小孩真的发育得很好。对呀，对呀，好，谢谢雅茹，请回去坐了哈。我们只是情人节快乐，想请你出来让我们羞辱一下就好了哈。哎，刚刚提到这个两个，这两个是您同学吗？还是？一个是表姐啊，表姐，表姐是哪一位？哦，就是在幕后一直编舞的那个。对，每次问他你这个舞好好看，谁编的？我表姐。今天表姐终于出来，这首舞也是表姐编的吧？对。啊，对。表姐为什么这么会编舞啊？她是舞蹈系的。小时候有学跳舞。那你现在念什么科系？现在是音乐系的。啊，音乐系啊，反而注重了音乐。擅长什么乐器？我是主修钢琴，然后副修大提琴。哦，那厉害呢。我们先谢谢表姐跟表姐同学，谢谢你们。往那边站一点来，我们。访问到张嘉宇，张嘉宇啊，个子那么高，是爸爸个子也应该很高吧？对，爸爸的职业是？他是职业军人。职业军人，对。那爸爸妈妈谈恋爱的过程有跟你讲过吗？有，就是因为爸爸那时候也是在当兵，哦，对，所以就是聚少离多啊，是啊，所以他们就是交往八年，很久。哇，爱情长跑哎！先跟我报告，职业军人过去比较忙，过去更糟，就调来调去，就调马祖、调金门。你今天移防部队移防，他就那时候还没结婚，不可能家眷跟着跑，更少见面，聚少离多。对啊，然后爸爸他就跟妈妈说，他一定会让他一辈子幸福。他怎么跟你求婚？都谈恋爱八年了，为什么要第八年才求？爸爸，你会讲问？爸爸不浪漫。为什么到第八年才求婚？也没有正式求婚的，就是我会给你幸福，就直接去女方家讲亲戚了。哦，直接就说来结婚。对方刚不反对，哎，没有。可是妈妈看起来好年轻哦，结婚到现在，个子都比女儿小了吧？差不多高了。哦，你看这小孩子又升学了。对啊，对，你们趁出去一定人家说姐妹吧？对，对，很像姐妹啊。对，好。